看一下这个深灰的。深灰，我就想到，现在北就是这北欧那边嘛，他目前就是，反正一看到他就是 GDP 全世界最高的就对了，但是我不知道他是，他不知道有没有深灰，你可以回答一下，等一下有没有进，你们有没有进到北约啊？有没有进到北约里面去？应该是你是。欧盟应该是没有问题了，因为欧盟的话是有钱够的话才可以。像这次那个乌克兰，就人家不给他进去嘛，因为他很穷的嘛。他进到欧盟的话，人家等于说还把他分掉呢，所以就不就这个世界上也是很现实就对的。就跟假如说你这个周围这个很穷的人，你不要让他进来了。那能够进欧盟的话，就是表示。就是你太穷的话，他们要负担，帮你分钱就对了，要养你这个穷鬼就对了。那我知道，应该是卢森堡的话，应该是绝对是在欧盟里面。但是北约我就不知道了，有没有进到北约共和北约了？就是所谓北约，就是他们就是现在很那个什么，是不是北约？有没有讲错了？就是反正就是保护伞就对了。那现在不是他周围的旁边有一个叫做这个芬兰吗？芬兰跟瑞典呢、也要进入北约的，就是因为希望得到那个美国他们保护就对了，保护伞对不对？因为可是他们胆子很大的，这个很危险的。本来他们都是中立国嘛。那卢森堡我不知道，应该聪明的话就是还是中立算的，保护来个中立，这不然的话你到时候蛮危险的。想想看啊，这个很有钱对不对？就跟那个卢森堡很有钱，新加坡也是很有钱，也是很有钱。可是啊，其实有时候也是蛮那个危险的，就是其实弱国的话，有时候因为太人口太少。有钱的话，就是，但是也是都要看看隔壁的脸色呢。
找个那个，因为这个爵士班对不对哈，所以说爵士班的话就是比较偏向于这个还是比较偏向于即兴方面的，但是最后的目标就对了。所以我希望你们这个挑一首歌，像这个像这首歌，比如说现在我们教的这个什么这首歌，这个Evergreen 对不对， Evergreen 主要是练一些小那个主要的技巧那些东西，其实就是蛮辛苦的，有时候练了半天对不对，感觉到好像进度比较慢。那我现在比如说那像你们练习的时候，但是除了练这首歌不能够一直专心弹这首歌，你还练别的呢。那我常常讲你是用那个 Autoleaf 来练最好的呢，这个练一些歌这样的。 Autoleaf 是你像 A minor 你们没有问题吗？你们练这个 C minor 这样练 La Re Sol Do Fa Si Mi La， 对，然后再练个什么 G minor Fa Si Mi La， 就是这才是最重要，就对了，自己练这个 C minor G minor， 这个就是牵涉到那这个像什么 F 调 G 调那个通常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嘛，然后再挑战一下 C minor G minor 这样子。等一下我再教那个 Evergreen 好了，像这个像这种也是要双管齐下，就多练一些这些。然后就是练了，先练这样 La Re Sol练的拍子啊，等于说这个功课嘛，这以后其实你们就是除了这个 Evergreen 就是一点一小一两小节这样的。那这首歌因为你们熟了嘛，你们可以拿出来弹，或者是就是那个 Bossa Nova 这些，那个什么那个 Fly Me to the Moon， 对不对？这些都很棒，就。这个也是很棒，法国十三天。好了，我们先用这个Autoleaf 来那个好了，换个这个 G minor 练习一下子。可以练这个，比如说 low down，
先把这个练一下子。这首歌，这等于说你把你所会的拍子啊，但这种拍子就是类似，或者是。拿出来用一下的，三拍，这都是这四拍的嘛，就是要练一下的。然后自己拿来唱唱歌，比如说像这个，哎呀，这个叫什么？刚这个《Autumn Leaves》。像这种歌对不对？好，你们自己啊，就是有空的时候练这种，然后把那种，然后练习这个，就是假如说你自己开歌开进来，拉瑞米拉开进来，然后有你就找那种你喜欢的拍子呢，不管是什么拍子这样的，你最拿手的拍子，那个你就。就好比这个 Lilian 他的手打得很好的，他那个拍子打得很稳，对不对？那你
你念给也是，假如说你今天用 slow soul 也是可以的，反正你基本上，你一种 style 你把它弹得很熟很熟的，像这个 Lilian 他那个 style， 他这个 soul 的 style 弹得很好，很稳，对不对？拍子也很稳 ，soul 是很好用的，从快从慢，像他刚刚用的是等于说中版的 soul， 其实大概都是100多拍、110拍、120拍都可以的，然后慢的也可以，所以 soul 是很好用的。然后他就是用的，他用的很熟了嘛，那稳拍子也稳的这样的，所以重点，然后你才能稳里面才能够在那个才能够，那你们练的时候啊。要练到就是说，像我现在，比如说现在是 G minor， 对不对？你要练自己练到什么呢？就是你看到那个和弦啊，就假如说 G minor 就是拉，这是原 key 啊。我看一般人就是原 key 就是这个 G minor 调，所以像男生来唱到就太低的了嘛。男生的话就唱个 C minor 差不多这样。等一下我再唱个 C minor 试试看，然后你练习的时候，你练习比如拉瑞索先不要多嘛，对不对？然后这样子，先学着先会压和弦，拉瑞索哆，对不对？和弦啊，所以我一直强调就瑞索发喜咪啦，然后已经很熟，然后你看到这个像光讲 G minor， G minor 你压下去，对不对？然后假如说我们就一直行的摊开了的，摊开你就看到这几个音，对不对？这五声音五个音的，它这个很重要，就在这边。你要看到这些音哦，那你随时插音的时候哦，就地盘就找到的，你随时。哦，其实没有关系啦，就是，那个，所以练曲子是这样的，一首曲子啊，它。不是在于说你一直想要这个快，就是多练多什么的，就把它弹完，没那么容易的事情了。一首曲子啊，就主要里面现在你们要练所谓爵士班，就是稍微等于说是，比较细的东西。光是比如像这个歌好了，奥特利夫大家都很熟，和弦机器也知道了。对，那你光是一个歌呢，你就把它弄得很熟的。并不在乎是你赶快把它弹完了、啊、弹完之后又如何呢，对不对？然后、啊、你再看一下，假如说像这首歌，你甚至于你如果说好，你先练个 A minor 也是一样的 ，A minor 拉瑞手哆发西米拉，然后你可以可能一般先练 A minor， 我的意思说想要今天练到 G minor 哈，原 key 是 G minor。然后你练这个拉瑞手哆，然后你看到这个拉的时候啊，我的意思说你要练到就是，就是很多琴师啊，你看人家练的时候啊，他光是坐在那边就压和弦啊，看和弦，哦，这个 G minor 是这个样子啊，这个假如说你先一直行对不对？扩大是这样的，缩小型有小和弦缩小型可以啊。可以用啊，那就假如说 G 和弦好了，这种你很少看到我用这种，对不对？缩小，因为这边有牵涉到，我前昨天好像po了一个，就是这个什么大和弦小和弦的，小和弦的九度四度尽量用，假如说大和弦的四度，就尽量避免弹它的，
所以九度是不管大和弦小和弦都很好用，尽量用就是。那你想想看，假如说你叫 G minor 了，我们光讲一小就好了。手都好了，好不好？就是因为关小一小节听起来，就是你要插音的时候很难听了，一定要稍微有一点一个句子这样的。拉瑞手都，那我现在主要告诉各位就是说，你假如说拉瑞手都对不对？你就是，假如说我全部在这一块里面呢，也顺便告诉，就是你怎么样插音，怎么样进来这边哈。对，我也不要跑来跑去这样，拉瑞手都。对，那你可以，你假如说。你突然看到这个样子，这几个音的话，那你可以怎么填？随便你填来。你看，滴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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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也就是说你这个节奏是你随便去填。但填的时候就是填起来的味道好坏啊，就是你就是要不断的练习啊，然后从就说奇怪怎么填上去好像味道不够，对，然后你在填的时候你发现哎呦这个音好像也找不到，但你就是你最你要开始要找为什么我找不到呢？你要问自己。拉瑞，好了，我再讲一遍了，你看啊。拉瑞手都好，只讲四小节，然后你这看到你要看电脑，你要看到这几个在几个这几个和弦，这个和弦里面有，你只要二指琴可以用这样子，一指琴可以用这样子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个缩小琴可以用这样子，那至于说怎么用的时候，临机应变的时候，一般的话我们通常都是习惯一插音即兴的时候都会找到，你会习惯用你自己的最，等于说你看得最清楚的呢，就是指型就上去了呢，这样子。所以那可是没办法，你还是要用的，对。然后我再还有再加上，你看到这个 G minor 的时候，你要看到这个辣椒蒜头在哪里呢？就蓝调音符在哪里？你要看到练到就是说这个音。这就是它的蓝调音符，所以你如果不用这两个蓝调音符的音的话，就听起来啊，就感觉到很通俗的感觉呢。可是你这个两个音加上去的时候，就感觉到不一样了，人家耳朵那个听觉就不一样了。那同样好，拉这个音跟这个音，对不对？如果是你二指琴的时候，这个音跟这个音，那 re minor 的时候，就是 C minor， 就是 re minor， 就是这个音。这个音你看到的时候，你如果说再弹的时候再去找都来不及，那一定来不及了。收没有，这收和弦就是五声音阶这几个音回到哆，那哆也是一样，哆跟拉一样，它等于说是这几个音啊，这个蓝调它这个降 B 的蓝调音符跟这个音符是一样的，嗯，所以说拉瑞手都发就是发的话，通常都会爬上去，对，爬上去就很难弹的，就是尽量右手保持这边。那你假如说发是这个样子，你就用 Re minor 这摆在下面 ，Re minor 也是一样的。就是 C minor 的意思，这样的，也是这几个音，
西，西底密区是西底密在这边。那西的时候有时候找不到呢，因为西我上次讲过，西有时候很难找到的，比较突然一下子陌生，你知道吗？你就是这几个音随便抓到呢，你就用这个发和弦你就找得到了，发 diminish。这个也可以，这个也可以，把 diminish 就抓到以后，发西在咪，咪是用大和弦，就低和弦的。这几个音，然后你看一下，然后我弹下去啊，每一次都不太，因为就看着熟悉，对。所以这个他们同学说，老师你可不可以那个弹一下，每一次都不一样，因为你我刚刚弹的跟这一次弹的又不太一样，那你叫我写我真的写不出来了，就是但是你就平常练习的时候，就是但是有一定的脉络呢，你如果常常看我即兴的时候，对不对？你越看，你看久以后就觉得，哎呦，这个老师这个你似曾相识，对不对？就是因为每一个你常用的已经你会习惯了，看到我用这个，比如说你看到我 G minor 的时候，或者是 B 的是降 B 和弦的时候，你会常常看到，就是我会常常喜欢用这个。蓝调音符，蓝调音符，那这些东西就是平常就练，光是练一小节，对不对啊？你就练，要常常练它呢，就是都一直在那边练它呢，这样的。比如说像这个。小节呢，那有时候小节的时候最重要，你们填上去的时候有时候拍子会跑掉的，跑掉要左手这个要稳住呢，所以这个平常就是要练，你自己可以在家里面的自己呢，你开始的时候一定是觉得好像那个东西不够多呢，可是没办法，你就用你习惯的东西弹，然后一直弹一直弹，那一边弹的时候一边练习，就哪轮手都发西咪啦这样。所以这个只是告诉你们这个练习的方法呢，然后我今天假如说改成西曼了。